你算了没路，他开始。那又是 S 城啊 ？S 城哪个地方？海老地方呀。好，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。走了。早就飞了。有人的。感谢皇帝的火箭。有人的，有人的，有人的。皇帝在这个时候送了个火箭，让我们士气大振，我靠！鼓舞一下我们好不好？老地方啊，老地方啊！前面有人在飞的，肯定有人的，一队两队两队，又两队啊！我们下面就有个车。啊，现在不是找车的时候，现在你妈的干人好吗？那个逼好像跟我们飞在一起的，这个逼。真的假的？他有飞哪里啊？老地方吗？不是，他有那么勇猛吗？你飞到仓库了，他飞到那个蓝色的二楼房子上面去了。我知道，我飞在那个。妈的，小手枪也是枪呀。妈的，一把枪都没有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妈的，我小手枪这个不好弄。这哥们在二楼。妈的，机枪啊，物资啊，物资！物资现在就是真枪，我靠！你找到枪了吗？找到了。哥们在二楼，不好说。妈的，先把手枪红点先装上去，说不定一会儿要立奇功。哎，有人。餐厅有人，餐厅有人是吧？那干他吗？妈的！你打死了？没打死，跟我走。他跑了？他跑不了。我操！妈个蛋！上面，二楼是二楼，二楼蓝色房子二楼。我知道二楼。不是，你要被打，你要被打，你要被打！我想救你，但救不了。救不了，两个人。哎呀，你妈个蛋！被包夹了，二楼有一个人。二楼是有一个人的呀，我刚才他在的蓝色房子三楼是有一个人的呀。二楼有一个人，他又成盒了。但我相信你，小四。不，这个你换谁来都很可能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被别人形成了包夹之势。不，我没说什么，我只是说我相信你，我其他不说了。我相信你的领导能力。这个包家之使是没有办法的。中国队进球啦！你妈的个蛋，才刚开场进球了，我骗谁呢你？你妈的，你当我们没玩过这个游戏的？现在估计你妈开场都没开。刚开场两分钟进球，中国队什么时候领先过？你告诉我。中国队要想赢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打到八十几分钟，你妈的进一个，然后保1-0。不，这次如果没有2-0的话，那你妈基本上是没机会的。韩国队肯定是拼着吃奶的劲要干的，妈的，伊朗未必，我告诉你。伊朗进了是吧？伊朗那么凶啊，上来就进球了。妈，伊朗有点凶啊！伊朗你妈的能赢的话，那基本上韩国你妈的不可能放水的。韩国必须要赢好吗？他输了，他有可能第四，他怎么可能放水？他怎么第四嘛？他有可能第四的，伊朗有可能输了，对，真进了！妈的，是伊朗进了个球吧？伊朗进球。
进个毛，你不要信他们的，他们二五仔你妈的各种谎报军旗，吉港呀，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。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就跳这个位置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跳吗？肯定有人跳吗？哦，有会没人跳吗？有一对，一对好像跳的还跟我们差不多。我靠！妈的，你怎么跳那边去了？两一对啊，都在这儿。我他妈的在想卡他们好吗？他们进那个了，进来了，进那个。就你啊，他不让我捡枪。走走，这里没枪，走。你要去哪里吗？那边两个人，这里面有人。我知道的呀。啊，他本来想捡个卢射他的。妈，你想多了。那走了呗。妈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卢射到就射死了。对啊，卢是很猛的呀。但妈的问题是射到好不好，好再去找机会射一下。算了，看不到人，走了。妈，去哪里？喷子先捡好。去那边搜呀，我们。我看人了，他们就在那块，我们经常跳的那块。我们经常跳的那块。就黄点。就黄点了。嗯，来了吗？没射到，没射到，仓库。哪个地方？仓库穿仓库过来了，应该。仓库是吧？嗯，应该是穿仓库过来了。来了。再打，打到两枪，没打死呢，没打死，哎，还在，他在瞄，我射到一个，妈的，十字弩都能射到人，可以，射到一个，还在，他在救，nice，来。妈的，你十字弩都能射到一个？干嘛？这边有 AK， 我没血。我拿 M4， 你拿 M4 吧，拿 M4。妈，十字弩不是弩呢？可以。妈，所以说你们平时不要看不起亚马逊。我再跟你们说，亚马逊也有靠谱的时候。天天看不起我的亚马逊。为什么缘分呢？这二倍镜怎么可能射不到嘛？我知道他们会在这个地方露头的呀，提前预瞄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。射到你随便吹啊！那射到了当然可以随便吹了，射到了还不能随便吹？我就问你靠谱不靠谱？你其他也不要说。靠谱啊！不要再说了。哈哈哈！亚马逊，你妈的，太他妈靠谱！哎，至少你妈的先把这堆给灭了，可以安心收东西了呀，没人呢。对，我们在圈内。对呀、啊，这两个人也很嚣张，你妈的就想杀我们。刚才不要觉得没人了，我告诉你，不好说，我只能告诉你。不好说。哎，有人，有人，哎，有人啊！我来了，在哪里吗？就我们刚才打死人的地方，去跑对面了。
我来了。就在你对面的。哎，你妈的！在哪里、啊？这边也有一个，我操！这怎么办？我帮不了你了，这个地方。跟你说了有人的，你妈个蛋的，现在还不好弄了。我会帮你报仇的，你放心。好好。你在哪里死的？就这儿。看到没有？哎，没人呢。击杀。就刚才我打的那个人吗？你妈的，那怎么是刚才有死人那个地方吗？死人那个地方不是仓那边吗？那个仓那边。对呀、啊，我看着他跑过去的呀。我操，你这个爆点位爆的。哎呀，你看我一个人表演啊。好。看我一个人怎么翻山越岭，捡个便宜。妈的，老子觉得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，我对不起你，妈的，没保护好我的队友。都是我的错。我痛恨我自己啊，要是我再强一点。你强个毛，你这个爆点位简直就是个瞎子，老子妈的以后不会再听你这个爆点位了，我会自己判断了。妈个蛋的绝逼。哎呀，真的，妈的，我刚看真的看他跑过去的，我骗你干嘛吗？真的，如果我再强一点，我就可以保护我的队友。妈的，这种东西 ，S12K 我不要的呀，我打不来喷子的呀，我他妈用机枪的人，用个毛 S12K， 我有二倍的，我现在要找个头。你不是柳头吗？我这个头被打烂了，就刚才我的枪法太好了，对的就是头。四倍镜也有，付了付了。我在圈旁边啊。98K 适不适合我啊？不适合你。妈的，先拿着。说不定你妈的这个98K 还……你拿了吗？干嘛？消音器都拿好了。你拿了这98K，你拿了吗？我拿了呀，干嘛？啊！我现在去哪里呢？天下之大，没有我容身之处啊！兄弟死了，好孤单。你是 leader， 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妈的，二倍镜没什么用。不是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很……你98K不装一下子弹吗？装好了。妈的，只能四倍98K了，四倍镜98K，两倍镜这个了。我靠，进门就是个大药包，又是个两倍镜，有什么意义？扔掉一个全息。我他妈的，大家看看你的这个气人视角是怎么样的？爽的一逼！现在先吃个饮料。哎呀，你妈的这种东西！哎，我怎么捡这个东西？前面有一辆车嘛，就是。哪有车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哪有车？你看到车了？好像是辆车。没脚步声吧？我操！我还听错了，我还以为有脚步声，吓我一跳。算了，还把衣服脱了吧，红色有点过分。你在慌什么？我看看那边有没有人过来，没有我就去。哪有车嘛？妈，你这种瞎鸡巴指挥，我靠！
我没有指挥好不好，我只是说可能有车那边的，那你啊就是这边哪有车吗？不可能有车的，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抓车吗？搞笑吧，这是石头好不好，走吧。你这个视角呢，摸着良心说的确是有点气人。有什么气人的吗？哎，对面有个妈叙利亚一比零伊朗，真的假的？你妈狗逼居然打假球的，这黄车是刷的吧？先不急，等下一个缩圈。黄车刷的，先不急，到这个厕所先站一会儿。慌什么？不要慌。都没你要的东西。我就想要个把手。红点，哎，换个红。看着我的车，不要急。那如果叙利亚赢了，把伊朗赢了，那韩国只要赢就好了呀。对呀、啊，叙利亚赢伊朗还打毛啊？中国就没机会了，是吧？对的。我靠，这边轰炸区是不是有人嘛？现在不是随机的吗？你不是说过？他妈的，我说的你就信啊？我也是听水友跟我说的。他们倒老说我这样动，我跟你说这样动视野大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你在这个地方干嘛。我等缩圈呢，缩完圈我再看去哪里啊。缩了呀已经。啊，都缩好了，那走了。那我去开车了。最美的泡沫。哎呀。前面有无有人？都是车马，感觉是没有人的嘛。还有你要帽子，先把这个握把拿走，也是个握把呀。你以后能不能先跳到，你先把里面那个门开，然后去三楼，三楼收完之后，然后直接跳到二楼，这样的话不就快很多吗？哎呀，你讲那么多搞毛啊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不会。摩托车，要不开个摩托车？那我去开摩托车，这两轮三轮啊？三轮啊，两轮我没看。三轮、啊。三轮吧。三轮容易翻呐、啊！我操。三轮容易翻呐！还有人在安全区外就死了。妈，你开这个地方很难开的。你管我！这里又没人。但我也不知道我来搜什么，但是也搜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没必要再搜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我装备其实挺好的，没什么好搜的了。如果能搜到一个八倍镜，这个游戏还能玩，就可以展示我的98K 了。切。
拿你妈 AK 子弹，你啊 AK 子弹九八 K 打九八 K 啊，对的呀、啊。我觉得你拿不拿其实都一样，反正我也不会打九八 K 的，对吧？对的。哎，话还真八倍，话音未落就来了个八倍镜，还来了个这个，哎，稳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靠谱了。神装，就差三攻三防啦。你们看不起我，我操！哎，我就在圈旁边嘛。我现在一个人要苟活到最后。看那个教堂上面没有？我去教堂上面干嘛？我就在这个教堂上面那个位置非常好，视野非常好。你就要板模的一起看上去。那说不定。然后跑也可以跑一下。说不定有人呢。妈的，好像也是要去教堂。我现在一个人就不知道干嘛了。哎，我的摩托车呢？在这里。你平常打单排的时候干嘛？现在也干嘛？我单排就是到处找人杀呀。现在我感觉我一个人杀不了两个人呀，所以我不敢去啊。我单排就是一个人杀两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妈，你停在这儿怕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？啊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哎，找到个锅，我操！感谢这个 COLD 32167的飞机啊。这种地方都不太会有人的呀，你要监视的是后面跑图的人，你把枪口对到妈圈里面有个毛用啊！我先看一眼，妈跑图谁会往这里跑嘛？妈当然会往这里跑，这里的形势正好跑路。你把这个摩托车再开进来一点，别人看你这个摩托车就知道你在这儿了。谁你妈没事往这跑嘛？哼，脑子有毛病啊！没有人往这里跑的呀。一会儿我渔翁得利，一个人吃鸡。你他妈的能吃鸡在盘？你管我？友情提示已经说圈了。我知道呀，有车。那么快啊，算了。你妈的！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打不到就算了。我靠，坐这里啊？那我要去哪里啊？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只能切圈啊。你一个人可以去，我看看啊。我只能切圈一个人。切圈？你妈！你现在切在切毛圈？哎哎哎！先倒下来。这你妈这河开不过去啊！那怎么办？哎妈的，这个地方好难开啊！我刚才就跟你说这个地方难开，你说你不信。在废墟里面开车，你真的不怕死？你要是有个人你就死了。废墟里面妈的为什么会有人？有人我早看到了。我现在只对你有一个要求，你死得稍微壮烈一点，好吧？妈的，还有梦想？算了算了算了。
他一个人去找梦想有点太高调了。其实上面那个水塔是你啊，算了，我不说，你自己想吧。我感觉有人在打我。有枪声，但不是打你。打你的话，应该你身边应该子弹飞过，能听得到的。旁边绕，妈的，要不然下去被学校的人打死。天下之大，何处才是你容身之所啊？啊，没办法呀，那么怎么办嘛？我靠，还有个车。你就找一个房子，就一个一个的房子，然后就守在那边就好了。我看，这房子就算了，这房子你守不住，找一个二楼的房子。我不要。前面的房子。妈个蛋，打老子！当然打你了。你妈这，你往圈外面走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、啊？干嘛？我的天，怎么会有那么愚蠢的位置？妈的，你这个选位！哎，你不要管。妈，老子现在不靠那个了。妈，靠车太明显了，要被人干。你妈的，你靠！哎，你要知道你这个圈在哪里？你妈的伏地魔爬过去，你为什么往圈外面跑嘛？没有，我先爬到草地。有车。对呀、啊，等他们先走呀，帮我去。他走个毛！帮我去。他去造塔了。妈的！我要往那边跑。妈个蛋！我要跑到这后面去，免得被他们干。那你在这不就是被你妈所有地方人干吗？这，哎，你不要慌，我告诉你，老子你妈先在这里藏着。毒圈，你看毒圈。你不要急呀、啊，你妈的时间还有呀，你不要急。哎，你不要急。好，我现在不说话，你自己判断啊。你不要急，还有31个人。我一会儿骑摩托车可以走的呀，你慌什么？我跑过去也没多远的，我现在看清楚形势，那边两个人，你妈的我还解决不了，因为以我的枪法最多打死一个人。好，他们走了。算了算了，不要事情，不要要事情，跟着他们走。他们走安全的。哎，我操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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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毕业没有？毕业了，但速度太慢了。你自己打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我不说话。里面有个人。他看到我了吗？他没有看到。哎呦，看到你了！看到我了。趴下，这里趴下，打血，打这个是有点他在毒，有点奢侈、啊。他在毒圈外，是不是有点奢侈啊？没办法，他在毒圈外，看有没有过来。你也在毒圈外、啊。你说，哎，还有个人，跑出跑出跑出，毒来了，他们在打我。这里一圈都是那种掩体，人跑人站起来了，刚才，哎呀，妈个蛋的！妈个蛋！现在两个人对面。刚才其实你可以完全可以打掉一个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酒吧可以拿。他们在瞄我。
妈的，我这种侧图瞄不会啊。妈的，他们在救。救的话就走了呀，稍微往上面，我房子可能有人，因为你现在很尴尬，还有一分钟啊。我知道，我看看，我操，那么远啊！两个人还打不死。没打死、啊、35秒，还有一个人，他不跑，他为什么不跑吗？我是他妈这种怎么跑得过去？你这个切圈子切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直跑，直线跑呀。我没切圈呀，我就直线跑呀，跑过去再说呀。上面有人。上面是车。妈的，我感觉我死了这个地方。卧槽，平地啊！前面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，前面有一个，正前方。哎呀，人太多了，三个人。我根本就跑不进去。三个人，我怎么跑嘛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死太早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耶，我怎么弹出来了？没办法的呀，这种怎么跑嘛？下面是平地，我还以为下面有点那种，有点什么障碍物，我可以去阴一下，趴个地什么的。我也是无奈呀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对不对嘛？我也无奈的呀。你打的已经很不错了 ，Rally。妈个蛋，刚才的98K没打死两个人，让我太上瘾了。我应该换红点的，在那个时候是不是？他妈，叙利亚还是在打仗的一个国家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创造不了奇迹啊！今天反正吃鸡，我都跟着王云东的说法走。虽然我是觉得有点不靠谱，但算了N港三仓啊，好，刚才不是我不早走，因为我上面房子有人的，我走上去也没用的。哦，No港，No港。
有一队，何止一队，两队吗？哎，好像就一队嘛，两队，他们也是三仓。哦，一队，他妈的都在三仓，两队，两队人啊，我先跟你说，他捡到枪了，他捡到枪了，快跑，他捡到枪了，快跑。哦，你也捡到枪了。我不是，我不是什么好枪，我 VSS。 我没枪，反正他反正枪估计比你厉害一点点。我看到他捡到枪了。我知道了，没枪呀。先走吧，先走吧。两队人，两队人，我先跟你说，你在打吗？你别打了，走了呀！他别人两个，我没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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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人两个打你一个，你怎么打？对面还有他们那个，我看到跳了两队下来的，跳了两队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肯定有两队，因为我之前以为只有一队，结果发现我们这边跳了两个人下来。你在瞄吗？我没在瞄。那我他们估计也不会过来了。那我去找枪去。他妈的没枪啊，这什么鬼嘛，打个蛋呢、啊、这老子你妈辛辛苦苦跳那么远，一个枪都没有。他们在火拼，一把 VSS。 哎， AK。但总比没枪好呀，这个 VSS。我有 AK， 虽然没什么屌用。哎 ，VSS 开局很猛的，你妈，你四倍消音怎么不猛？什么枪弱呀？好像有车的。刚开局 ，VSS 也是神级枪，好不好？刚开局你就挑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嘛？慢慢搜呀，有车的车库。我这有车的呀。往前，往哪边搜？往前面推呀。好。反正就两队人，你想吗？我们这边最多遭遇一队，而且他们都打了一次了。我怎么感觉应该有三队呢？哪有那么多队啊！不，你要想有两队人是吧？那边那一队刚才你妈的跟我跳在那个三仓那边，就我们两个人，那就说明其他还有地方在打呀，有没有道理？你说的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。那是不是应该有三队人嘛？你把门关了。那这个细节肯定要做的呀，细节那么好。我就觉得我这个红头发很容易爆。这个车库也有车，两个车库都有车。现在怎么样？没看到什么，继续搜呀，继续推呀。那走了。那我到前面那个去了。你前面。他妈除了喷子还是喷子，虽然我喷子用的有点好。妈的，先把全自动打开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怎么都是药嘛！我靠，你妈全药王了！我都是喷子，打了半天搞成医疗兵了。我看看人啊！我还是 VSS 啊！我先跟你说一声。我知道。看不到人吗？
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现在看不到人。操你那么勇猛跳下来！哎，全是药，什么情况嘛？啊，他妈无数大药包了，要不要药？我有点药，我不要。谢你的好意。妈装满了都。他妈老子这边全部都是喷子，我操！喷子也是枪呀。我还想要喷子，还没喷子。也看不到人的嘛，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们再往前走，应该就要看到人。好歹来个秒具嘛，对吧？来个红点也是秒具啊。飞机是吧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们他们开车了。他们开车迟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二级头要不要？我有。真看不到人了，这什么鬼啊？今天我们这样搜都看不到人，关键也没打过呀。打过了，但我们那边那堆应该是没打过的呀。你在哪里吗？我在上面。你看到人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回去开车了吧？前面在打，不是我们的。我靠，98K，这不就是我刚才神器吗？哦，在我们前面了，他们已经跑了。跑个毛！你们他们怎么跑？你这个判断怎么下的？我操！因为我听到前面有枪声呀。前面有枪声，其他队的人呀。他们肯定在我们后面。那我们回去，我们走了，开车走了呀，走呀，去车库找车呀。走走。妈的，这个地方肯定要被劫，我告诉你。车库在哪里吗？我又不知道。知道车库在哪里吗？所以你妈，你怎么当你妈的当你妈的指挥吗？我操！走走走走，我们去桥那边啊！你们在桥那边在各种疯狂在打吗？这边桥呀，你不要去这个桥。我们去这边的桥呀、啊，这边的桥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去劫个人就负了呀，不劫人怎么打？妈的，都是劫机场的人的。但我为什么觉得你妈我们居然劫人，也会被人劫呢？哎呀，不是我们劫人，就是别人劫我们，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，你是指挥今天啊？你怎么开错路了吗？放心，我会回来了。我们只要截到一队，我们就负了。那如果我们被人截了，那也没什么好说。看看，我就一个红
点，我先问你。红点只能在桥中间接人。我们要去桥中间吗？哎，你先走，看到形势，见机行事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跟你说去桥那边，你不要去轰炸区啊，一会儿被炸死了。不，桥那边不是就在轰炸区那边吗？那边肯定有人的呀，这样。大巨大成那样的，怎么样？是去哪里？桥呀，桥呀，走呀。桥中间吗？对呀。我知道了。开好，开好，你妈全自动下来就跟人干啊！我是喷子。对呀，喷子也是一回事啊！妈的，肯定有人在这里劫的。不是我们劫人，就是别人劫我们，就那么简单一件事儿。中间是不是啊？对呀。哎呀，先过去，先过去，先过去，先开，先开，先开，蛇皮走位，蛇皮走位。好，我们就在这里卡他。妈个蛋！妈的，你把我们车打爆呀！先把衣服脱了。如果打不过你就跳海啊！我不会怪你的。好，你又费劲的，他过来了吗？妈的！他过来了，很近啊，很近。我知道，有一个过来了，又打了两枪。有个人开车过来了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。我哎，别打我，别打到我。我靠！我干了一下，我先打个血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们好像没什么瞄具，所以他们跟我们拼了。我操！在那边，在那边边。我先扔个烟雾弹算了。那烟雾弹？让他看不到我们呀。那我们也看不到他了呀！我们到那边，他们把我们车打了。你妈这就绝意思，爬过来，爬过，有个人要过来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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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。过来一个，妈个蛋，这个，我去跟他对枪。哎哎，哎，你出来搞毛啊！不要急，看你了，看你了，看你了。哎，你出来搞毛，我都把他打倒了。哎，你这个闪出来，我他妈都把他打倒了，大哥。哎呀，我操！我都把他打倒了，你不出来我们就赢了，是不是？老他那个位置，我过去一喷，他妈他就死了。我已经把他打倒了。打倒了，大哥！老子跟你说，我出去跟他对枪。感谢碧云的飞机啊，感谢感谢！啊妈个蛋，老子妈的已经招不住了。哎，你来指挥，老子不会指挥，妈烦死了。好，我来指挥，我来指挥。你来指挥，烦死了。哎，没有士气了呀！今天你妈的注定成为双核了。今天不可能的，这盘你来指挥，发挥我的枪法。十二攻，十二攻啊！嗯，那么低调啊，是吧？
吃吧鸡。对不对嘛？是吧鸡。刚才那个不能怪我的。不怪你，不怪你。跳了。有人跳十二宫。慌什么呢？干干呢？妈的，感谢皇帝的火箭啊。有人跳十二宫的好像。我靠，四个人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有两个，我们这边跳的有一个人，我们跳这一块，啊，这边有，他们那边有两队，他们要先干，你快点拿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十二宫谁说低调？你妈的高调的一逼好吗？这个装子弹慢的一逼，我他们在干了，他们干，他们干，他们干，干完了我们过去收割。你要枪吗？我有枪，我有喷子，我们过去找他们吗？我们过去找他们。这边你妈的有那么多的 AK， 我操！哪里？你这里啊？我来。嗯。怎么会有那么多 AK 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要吗？我有了。妈，这里面有四把枪。他们分出胜负了，我们要去吗？不急，我们就在这两个点卡他们。哎，你在这里卡，你去那边。我们这里不好卡吧？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搜吧，我操！你搜吧。哎，你他妈的怎么跑那边去了？我要看的人呢。哎，我搜过的就来个瞄具啊，给我，我操！有一个过来了。啊，过来了。打倒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他好像过来了，他在那边，他在那边，你那边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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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死吗？直接死。好，五六子弹你自己拿。我不要五五六啊，我是七六二啊，你拿呗。说吧说吧，他们那边应该已经打完了。打完了，不然怎么可能这样过来找我？我跟你说，我看到人了，其实还可以。虽然我喷子打的不一定很好，但妈的那么近，我还是喷得到的呀！妈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先要看到人。哎，这种东西，妈看命的，你也不能怪我。妈的，不，这个游戏看到人绝逼不是看命的，好吧？还有大药包，能不能有个背景呐？我不想当药王呀，妈，天天当药王有什么意思吗？我不想当药王啊！走，跟我去那边四个房子，四个房子也有人。哪四个房子？就翻过山就到了四个房子。哦，他们走了没有？万一他们也想来十二宫呢？不可能的，妈的，跳那么多队，他们不会来淌这样浑水。这四个房子有人的，我先跟你说一声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辆车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看那边有没有车。妈，我怎么没看出来这里有人？妈的，你自己看看。一
有轰炸区。他没车怎么办吗？没车。我来看看有没有车。好像真没车。这四个房子你确定有人吗？我门都没看开。门全部开着，你自己看。哎，有车。那里啊？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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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他去哪里。妈的，开远出去了呀。他开走了呀。他开走了呀，我操。他说不定去那个绿房子了。是从哪里开过来的？就从我们那屁股后面啊，就我们刚才路过的地方。看到船也开过去。他往绿房子那边开了过去。要找车啊，这时候。找车你去哪里了呀你？我靠，你怎么去那边呢？老子还不是为了找车啊。他妈你也跑得太他妈远了吧。那边那条路不用去找了吧，我们把这条路找，你到我这来吧。绕过这个绿，绕过那个。哎，这四个房子早他妈收完了。他在这里站着干嘛吗？他们四个人，哦，两个人。那你过来吧。他智力又没问题，他在这里没意义的呀。妈，跟你打名怎么那么苦吗？劈城有枪声。我找到车了，命太他妈苦了，真的。国足0-0很正常的呀，你们在想什么呢？国足跟你说上吴磊，上吴磊，吴磊上了没有吗？吴磊有没有上？我操，打那么激烈啊！我操。老子枪都没有，你妈打那么急，他们没上呀，看吧，我就跟你们说，上了吴磊就有机会进球。我靠，怎么的轰炸区在后面啊？你不找到车了吗？我在那边。我在瞄。我听到枪声了。走了妈，我们他们打完了，我们就离开 P 城呢。那难道还要去 P 城逛一圈，去劝个架？对啊，我想着把他们劫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劫了，那也不是不可以，劫了也可以。你到前面去劫他们呀，劫完了我们就付了。他们帮我们把 P 城都收完了，出来不要太付。要不你怎么劫？他们都已经……哎呀，哎呀，没事。前面这边劫不了呀，这也是他们必经之路。但这不是圈内啊，而且前面离法那个那么近，算了呀。算了吧，算了。学校上面是不是有个？哦，没人，没人。你妈的，你有点跳吗？我一直都是这样子。都没有人来打我们，看到没有？问题是我现在没那个，我现在没瞄具。你没什么？你有瞄具吗？我有一个瞄具。但我这边就不能给你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看有没有人呢？你们这都看得到人？快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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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有个瞄具吧。
妈二级头也是头呀。绷带也是药啊。妈个蛋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哎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怎么打嘛？你搜了吗？我找到苗具给你。你现在什么苗具吗？是啊。没有鸡苗。鸡苗。跟我差不多。走走走走，搜完了走。真有点穷。他们跟我说扩容弹夹没用的呀，我经常换子弹的呀，扩容弹夹有毛用啊？妈的，那还是有点用的好吗？你这个习惯就要改。我这个习惯，我没事就换子弹的。你说扩容弹夹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扩容弹夹对我来说很有意义，我就告诉你。那是你。哎呀，来个秒剧呀、啊！来个秒剧呀、啊！这游戏，哟靠！收完走。M 十六，你子弹要吗？我自己会拿。我这里面有。有个全息这儿，全息你拿。我操，全息也是东西啊，拿着拿着。我这个房子。妈的，还有那么多 AK 子弹呢。没东西了吧？走吧。妈，前面有梦想，我好想去捡。敢不敢？哪里吗？就那边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 NW。妈，远的一逼！远的一逼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可能就要过河了。妈，孙一峰，你是个没有梦想的男人。你知道我没有梦想。我靠！我靠！妈，不会是拱速车网？快点搜，快点搜，快点搜！不知道有没有人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啊，应该没人。快搜快搜。没人没人。没人。妈，我搜有毛用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妈的，你不搜更加不可能有东西了。哎，有车！哎，有车！上来了，走了，走了就，嗯，哎，你妈个蛋的！本来还想我妈跑那么远呢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还想打一波劫的。他们好像去那个了，去花园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花园外绕走了，不在这边了。好穷啊！不要抱怨。又有辆车，但是没往我们这边开，蹦蹦，在马路上。那也是药也要拿。走，去车库，去车库。
34对。你妈老子现在是善良之枪，就杀了一个人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去车库干嘛？等下不说全海马上说完了呀。那我给你八倍镜，好吧？有什么意义 ？AK 八倍镜有什么意义？我又不会压枪。那算了，对不对？还是我拿着吧。说完全，我们就去干了。我看到一个空投落下来了，但这个位置是个人众多的地方。我是在树林那边那头的，那么远的空投怎么可能去？那边全是人。妈的，刚才你说那个空投比这个还远，好吧？卡塔尔进球了呀！哎，你妈的车被偷了，人来了，他们车被偷了，车被偷了！操你妈，偷我们车，狗屁！车呢？我被打倒了，我操！还有个人！知道。来了，两人都来了。我没血了。先吃药，那个我帮你看。哎，我卡住了！哎呀，我键盘卡住了！我没血了，刚才也没办法了，没血了。你妈车被偷了！没血了我。算了，今天你妈的不在状态。再好好打盘，好好打盘，好吧，好好打一盘。好。那中国又进球啦，被进球啦，鸡鸡啦，被进球啦！中国队被进球，从来没有翻过盘，我跟你们说，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翻盘，鸡鸡了，大家可以安心睡觉了。哎，你妈的！你俩现在掰成1-1了。中国有0-1，那大毛啊！我从来没看中国队翻过盘，就在落后的情况下呢。对呀、啊，中国队哪说翻过盘嘛？妈，每次都是什么进了两个，你妈的，最后20分钟虚的一逼。哎，对的，这要是实话。妈进了球之后，然后你妈各种就你妈的，从来都被人翻，想赢怕输的心态就出来了。中国这倒是实话，每次都这样的。啊，定一下。跳。哎，就跳了。最后一搏啊，今天的最后一盘，最后一搏，发了老子他妈的干嘛吗？妈的，这个发那个算了啊，没人嘛。哎呦，哦，你是你，我操，妈个蛋，你给我看清楚点好不好？没人，定军山哪有？没事，谁跳定军山嘛。
从梦开始的地方才会跳这里，好不好？这个你妈的穷逼地方的确没什么人会跳，我靠！什么叫追梦？这才是追梦。什么叫信仰？今天我绝对不会脱下我红色的信仰之衣。我怎么跑反了？我今天死都不会脱下这件衣服的，你们放心。哎，我怎么把衣服脱了？我的衣服呢？信仰之衣，绝对不会脱。而且我今天会配一把弩。你妈的，为什么老子他妈那么命苦吗？剪个头还要你妈翻山越岭，我操！我会配好一把弩。剪个你妈啊一级头，你妈还要翻山越岭，老子翻那么……让你们看不起我的弩，自带二倍镜的装备好不好？我靠，八倍镜，爽的一逼，八倍镜的弩凶不凶吧？你加油，我现在连枪都还没找到呢。不要说枪，包都还没有一个。硝焰器、狙击枪库。我靠，又给我一把弩，这妈这就是一定要让我今天用到底了。哎，弩不能装八倍镜的，妈个蛋呐！我还以为弩可以装八倍镜。妈的，我靠，四倍镜，弩可以装四倍镜的，居然在圈内，弩可以装四倍镜的，爽的一批。AK， 跟你们说了，要有信仰，要有信仰，有信仰就自然有枪会来给你。看我的八倍 AK， 你妈压枪给你们看，根本都不抖的。哎，要不我打两枪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打个毛！你妈，你打两不不不，我看看八倍 AK 到底有多抖。你打，反正没有你难。妈那么鸡巴抖，压不了，没这个技术，我操！太他妈穷了，这地方。真的是老子妈逼现在说穷的一逼已经是给他很给他面子了。这里养活一个人还是可以的。但我们现在两个人。我养活了，把我自己养活了。妈个蛋，太穷了。我已经穷了已经害怕了好吗？这个绝逼是什么妈三年自然灾害的你妈那种穷法。怎么弄吧？走了呀！不要问我怎么弄，我现在……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下去抢吧。你看这个圈，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走那边。哎，妈的，又要重复这条你妈的赶人的路线，我操！走啊，都没车，只能走下去了。你在哪里吗？你不下去了吗？那你看我在哪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要反着跑吗？那边有车呀，那边有马路呀。这边是马路吧？我从这边这个马路绕过来找你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但这种地方很难刷住车的，上一次你妈真的是运气好，我跟你说。你就告诉我这种路怎么刷得出车。哎呀，你妈天无绝人之路，老子找到车了。啊，又找到了。好怪，往我这跑。我靠，这都能找到车，你妈的有点假呀。这条是路呀，我靠，为什么不能找到车嘛？
府的信仰之奴，这一次一定要立功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你屁股后面在跑，你不要慌，你不要压死我，我在拐弯的地方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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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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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来来来来，哎呀呀！这个车啊，那你妈的，那你要么没不用车。你不要乱按加速啊！我先跟你说，你不要乱按加速啊，这会出事儿的、啊、这个车。哎，你妈的放心，老子有分寸的，我靠！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我了。看到没有？不会是孙一峰？大哥，干嘛？没问题啊。你看看我的血，你让我打点血好不好？大哥，快点，快点！老子只有那个，这绷带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先去再说。我打两个，快点。等一下，到那边再打。我怕摔死。哎，摔不死，摔不死，怎么摔死？前面的确拿捏的有点好，就是我一丝血。哎呀，你妈个蛋！有人收过了。什么？有人收过？这地方他妈都有人收过，我操！我们找个地方先把血。傻兵吗？我们找个地方把血打了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，我很怕。前面肯定也有人的呀，他收过了，他继续往前收了呀，你。老子你妈四倍镜八倍镜，然后在这里死了，多可惜啊！你妈，你有什么枪嘛？一把弩有个毛？我有个 AK 啊，也收过了，也收过了，没人了。快快快！把这种地方都有人收，我操！现在先把血打了，先把血打了。妈的，先到厕所里蹲着把血打了。妈的，老子不想死呀！我的信仰之弩。哎，你他妈是什么时候有大药包的？我本来就有大药包，就一个。啊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还会你妈有人吗？我他妈有点想不通了。快点快点，我们走了。你妈，你打大药包是快的呀，我他妈打绷带嘛，很命苦的呀，我们这种命苦的人只能打绷带的呀。你这个分寸你妈真的拿捏得好，我一丝血。快点！哎呀，我命很苦的呀！妈，我就不明白这个地方都还会有人来，我的天！好，走。说不定我们前面可以干死人呢。先换 AK 吧。哎呀，妈，你不要老是日那个石头好不好？不要慌。就这样去 S 城啊？不去 S 城，我们没有实力去。肯定别人已经在 S 城。我给你个八倍镜不就有实力了？妈，老子乌兹一把，你告诉我拿什么去装八倍镜？这里看有没有人？好像开过了，开过了，开过了，开过了。他们肯定去 S 城了，是吧？那边，他们应该在那个收费站里面吧？我看到有车的收费站旁边。那有这有船好吗？等于登陆了呀！哎呀！我操！不要慌！大哥，你带上我们不去。你不要开河里去了。不会的。我操，这都能打到我！哎，这都能打到我！哎，你妈作弊的吧！我操！我也觉得我也中了一枪，刚才。过来找你，过来找你。啊，不用搞我，不用找我。妈，这都能，哎，这都能做到打到我，我操！他开车过来收你包了，我来干死他，我来干死他，不要慌。好，你有八倍镜是吧？对。哎，
哎，他绕一圈，他绕一圈。没有啊，这不是这个人，不是这个人。那谁打死你的吗？他从哪里打死你的？肯定在 S 层啊！来，黄衣服那个跳的那个狗啊，那他也在被打，他妈的掏出你！你不要瞄了，你不要瞄了。我知道，怎么感觉有人回来了？这是他盟友，直接计秒。妈的，杀一个再说不。来！没血了，摸到就死了。不要急，他没有耐心的。拼一枪了，只能拼一枪了。没有，他没有耐心，他肯定会过来的。你不要，你只能靠奴拼一枪。不用靠奴拼一下，他绝逼会过来的。他炸弹，我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位置我没血了，我出去就是死。也是。哎，再来一盘，你妈！我真的应该用奴打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就应该闪出去拼一下。打不到的奴。不，刚才那个有点假，你知道吗？打的，你中了一枪，我中了一枪，你被打到了。这真的有点假，而且我是全速的在开的。我操、啊，真的有点假。刚才的两枪全部中。我刚才真的应该用奴去跟他拼一枪的，亚马逊说不定射死他一枪。妈的，不爽的一逼！我操！主要这个人也没有多开几枪，他就开了两枪就把我打倒了。哎妈个蛋，今天已经没有士气了，已经。哎呀，好气啊！我操！今天也没有士气了，只能当一个搞笑的主播了。今天，妈，你就说今天你杀死了几个人？我今天所有吗？啊。我没多少，一共妈的杀了四个人。你们还没我多。杀几个？我每盘都杀了一两个的。妈的，你刚才那盘杀人了吗？刚怎么没杀？我还帮你报仇着呢。啊，对。妈的，我强行把他补死的好吗？哎，最后你妈的。No 港跳一盘结束好不好？好好 好，不管怎么样跳哪跳三枪是不是？三枪三枪三枪明天我直接去苏州的，去吗？明天晚上那个继续五朝之战战役，重置版战役，你妈老是把第二张打了，我操！一队，就一队。北伐等后天，等后天。就一队，就一队，就一队。哦、不对，头上还有两队。啊，不管一队还是两队，你妈反正就是干。北伐那个周四跳屋子了，感觉有三队啊，不管几队反正就这么回事啊。你现在有点血性的嘛？我有点血性，妈的，反正就那么回事啊，要打就你要站我边站呀、啊、感谢自由之子的一个飞机啊，就你妈屈辱了一晚上，今天一定要干死他们了。我发现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妈的有很多都是玩星际一的嘛，都很喜欢你妈的看星际一，我操，肯定都玩过的呀。你三张找捡到东西了吗？啥都没，捡了把 M4 还行。啥都没，然后捡了把 M4， 我靠，是的呀。
啊，三十发子弹你怎么办嘛？他妈也是子弹呀，总比我一把弩好，好吧？怎么说现在你？什么怎么说？你往哪边搜？妈的，先搜再说，你不要往我往安全地方搜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往哪边搜。妈，安全三队人怎么安全？妈，这个弩。你在哪里吗？啊？你们在那个地方吗？那个地方你妈的有什么东西吗？你要到摸到房子那边去吗？哎，有人，上面有人。哪个地方？在 NW 方向。在房子里还是在房子外面？仓库上面。我看了，你看到了？就在我旁边。哎，来了一个！你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他下去了，他跳下去了。我已经打死了，看到。我知道还有一个，打死了吗？没有。有在你下面，在你下面。杀了，死了！我刚才吸引了他注意力。妈，这种红衣服也有好处的，好吗？可以吸引注意力的。我给你把枪。这不是有 M4 吗？这个女生。M4 给你 ，M4 给你。你不要了。我打喷子吧。那，哦，这里有多一把 M4 啊？但没有子弹呀，你先拿着吧。哦。我其实想打。有红点要不要？当然要了，我靠！妈 ，M4 不要红点，我弱智啊！前面已经在火拼要人仓那边跳来跳去会被人干的。好了，我找到子弹了 ，Scar。可以可以。Scar AK 你要吗 ？AK 子弹帮我留着。帮你把 AK 留着了，哦，子弹留着了，不，子弹留着 ，AK 不 ，AK 不用。还有两分钟，我们要适时的往前面推一推了。再推啊！我往你这边靠近了，不用往我这边靠近，反正收嘛。这边有 AK 子弹，我帮你捡着。我反正三级多。哎 ，AK 子弹给我。进来。收下来。妈，你富的一逼！子弹是富裕了，但是你妈的枪这块倒不是，那个枪倒不是。你跳上去了。走吧，往前面摸。我仓库还有药，应该没什么人来过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往这边摸。往下面走，我们俩往下面走。都能找到三十发，你往哪里走的吗？哦，往直线走。因为房子那边都有人了。
在上面对吧？嗯。下面有二级头，你要吗？我有二级头。哦，我喷子坏了。你换呀。毒药坏来了，我们这个圈，你妈的，只能找车走。我们要往前面去搜车呀。有船也行，其实有船也行。但船，你妈的。船你妈，哎，有船，有船，快快快快快！坐船，坐船，坐船，快点！马上，马上，我拿个机。吓我一跳，是你啊！我操！走呀！船其实是最好的，妈的，在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船油有点不够，中间看到船跟我说一下。我知道了。有船。都是船，啊，看到。下面都是。油肯定够的呀，这个船怎么可能油不够？还搞笑吧？我们要去你妈的西港好吗？走。这油就满就够了。你现在什么进？你说报一下。两个红点。红点待会给我一个。哦。我已经弃武从文了，你妈的把喷子丢了。我们开船去西港那么远。那这个圈就是在皮港的呀，它怎么飞的？它这么飞的吧，它这样飞的。不是，是这样。哦，它圈出来皮港的吗？我能怎么办？我还想去桥上打人。打个毛，你妈的，我们就你妈，我们就是猎物现在。想往桥上射一下，不要给老子妈的射，妈射了就人家就知道我们在这儿了。哎，怎么打的？妈蛋，你真的是！随便射一下，万一射到人，随一个圆。在搞笑吗？随一个圆呢？国足扳平了吗？扳平没用了呀，扳平要打4-1好吗？你这能随缘随到，妈个蛋，我就不信了。没错，这个比中五，这个跟你中500万的这个差不多，我告诉你。随一个缘很正常的呀。哎呀，没什么消智进球了。妈的，听都没听过的人怎么都能进球吗？没用的，我跟你说，扳平也没用的。国足要打4-1才出得了线。3-1。3-1也出不了线的呀，看着吧。而且国足什么时候能连扳三？哎，右边有空投。我看到了，你瞄一下看看。我他妈一个红点瞄什么？反正都是梦想，走了呀。反正有船的，直接冲上去。别人干我们就跳海。有人吗？没人。快点！我冲上去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有8倍镜，你妈的可以去拼一下。那我还，你看看有什么东西吗？这只啊。
有一把那个，你拿呀、啊。我不用。妈的老子！哎、啊，我拿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的信仰我都扔掉了，我操！这个枪信仰吗？老子的你妈！老子的奴都扔掉了。这是我的信，哎呦呦，空投，算了，太远。妈的，算了呀，妈逼船又不能开陆地上去。狗渣！这把枪号称最猛的步枪。对的。哎哎哎哎，大哥！不可能的。啊！这个射程很远吗？这个枪？哎，你妈好像射程也跟那些差不多嘛，啊，这个枪射程跟那个你妈的 M4 什么的都差不多嘛。开门了，开门了。你说中间前面已经开过门了。他妈天下之大，他妈的哪里才有我们容身之所啊？我已经扔掉我的信仰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有车，我刚才听到车声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。是船还是车？车吧。你人呢？我在中间那个舱啊。跑过来，我们直接去这个地方，最靠海边的一道房子。我从后面跑，我从后面跑。妈老子。衣服不能脱，枪扔的衣服不能脱，这是我的信仰。中国红，好了吗？好的。走。我怎么还听到车声？我听到车声了。这人被搜过来。我知道呀。你觉得搜过很安全的？搜过当然安全了，你妈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人来吧？把红点扔给我。扔哪？在二楼。我把红点扔给你。哎哎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我把这个给你。什么？宵夜。扩容。我去哪里拿喷子？扩容，我不要扩容，我有扩容。扩容我扔的，好。M4 我也不要，我有狗渣呀。前面有辆蹦蹦。这个圈说的，你妈的，只有往，不会往 P 城这边说的呀。怎么弄嘛？等缩圈的呢。前面有辆蹦蹦。干嘛？你要去开啊？不是开，是看这个圈说的怎么样。我现在不是很想走出去，算出去了，出去了，走吧。妈的，又空投在前面。这里没被人搜过吗？搜过，都搜过。哎，有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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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哪里？开过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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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了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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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急啊！不要急、啊，不要急，看他们看哪里。啊，这两个人就是我们的截杀目标。走走走走走。停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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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第一个仓库。人，他们出来了。
第一个仓库我跟你说出来了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他们是准备要上车，完了，他们没掉头，可能要去第二个仓库，他估计要走吧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走了，前面我们前面就有辆蹦蹦，我知道开这个圈怎么说，还是在这儿啊，那怎么弄吧，我把那个蹦蹦开过来，妈的，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回来的，这两边是啊，他们车停了，车停了，在哪里？我标个点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在这个山上，在山上，哦，嗯，他劫劈成出来的人，对不啦？他不是劫劈，这边山上是最安全的，因为背后是不会有人来的。走，我慢慢摸过去。走啊！你进去搞毛啊？拿个东西，走。怎么悄悄的还有三级头？什么三级头不是那个梦想捡的吗？飞机，飞机。我听到枪声了。我也听到，但不在我们这边。找一个房子蹲，左边，就这个黄房子，应该是在村口。现在把门关上。你看这个蓝车没有？哪里？哦，他们肯定跑上山了呀，有脚步声，上来了，我好像有点，我听到脚步声了，我的吧，我感觉是我的脚步声，但就算这样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要怕，因为我有喷子在手，你要确保就是你不要死，我一个人能够干无数个人啊，这把狗扎怎么死？什么吴磊又进球了？你们要骗我呀？二比了，那二比也出不了线的呀？二比也出不了的，还要三比一才能出线的，你们不要骗人好吗？这就是我们说的虽败犹荣。伊朗呢？伊朗怎么样了吗？这个是肖智进的一个对吧？吴磊进的一个。那也没用，我们楼下就有一辆蹦蹦啊，这辆蹦蹦不像是刷的，看到没有，这肯定不是刷的呀，我操，他什么时候开过来的啊，我就跟你说我听到脚步声了，哎，开过来的，妈的，我们小心一点，可能不在我们这个房子，一两二比一啊，哎呀还是没机会的，你们不要扯淡，我操，我就跟你说了呀，中国队最好的结果就是你妈赢了卡塔尔，然后最终还没出现，做你妈的失败的英雄，对不对？这个妈的这种悲情的走路线，你妈中国不知道走了多少次了。是的呀，都有个交代好吗？不要轻易开枪，是吧？那这波开枪就决定了一切啊！现在你妈的这个地方没，等下不说圈，说哪里？我已经全自动了，我操你妈，瞄下面那个蹦蹦，那个蓝车让他走啊，人来了你就让他走啊，我们主要是截这个蹦蹦，就瞄蹦蹦，妈你怎么那么猥琐，我操
妈，我怕这个蹦蹦蹦那个人上来。他不会上来，现在不会上来了，他没有这个欲望了。现在就瞄着这个蹦蹦，只要人一来，我们就干开枪。前面在挡。蓝车这边他们肯定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会开蓝车走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不走的。但如果我们打了蓝车的话，那蹦蹦如果是蹦蹦开过来的话，那蹦蹦的人就知道我们这儿有人了，就不会轻易下来，然后就跟我们陷入一个死局了。我这个分析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蓝车。哎呀，他们说三比一，你们在搞笑吧？三比一不可能的。国足有什么时候打出这种气势？你们连追三个，你们搞笑吧？二比一差不多了，虽败犹荣。走。干了，下去了。你在这等我。等你干嘛？为了兄弟我冒一次险。我也开了呀。你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走了呀。行行行行行，继续。因为兄弟都上去了，哎，我能你妈的自己走，把他的车开了。这个是安全，主要是毒来了。接下来就是要拼你妈自动调好。妈，当然了，狗扎的自动你还是知道的呀。村口肯定有人的，刚才听到无数个枪声呢。妈的，有人也要冲过去。这个山上肯定有人，这个山上百分百有人。就前面那个叫什么？妈，这个爬坡太慢了。你关上。看看下一个出去，看一下，妈个蛋，只能爬走上去了，走上去了，走上去，我想看，那边在打，就我们往这边走，我想想看啊，这里是矿山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哨场。不，这是一个厕所。喷枪好，我们直接就这个厕所了。我没有喷走，我只有狗渣。狗渣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走，直接开车走。开车走。快！你妈，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大呀？最后下雨天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摸过去的呀。摸不过去了。就开车走，哪个厕所？就这个吗？对的，虽然我标点标错了，但是就这个厕所。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，这个地方透着风的。我操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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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都死了。可以啊，黄旭东。大腰包，妈个蛋，这波真的可以啊！打出风采了，打出风采，绝壁打出风采，这波你妈的，我只能说你有点牛逼。这有三级头，是的，你看着这波六六六六六，你看着人。哎，什么雷？谁他妈？妈个蛋，有人！我知道。好好，快救我，快救我，可以。六六六，看到有，还有九个人。我是黄旭东啊！快快快打血，快打血，别逼逼。我知道。
啊，地上还有把狗杖吗？我的狗杖，我的狗杖，我操！狗杖有点实力啊，狗杖。那个人身上有什么？妈的！快速扩容。为了你妈团队获胜，我现在先把我心爱的那个枪扔掉了。我狙击枪也不要了，反正这个时刻狙击枪已经没有意义。我先打血啊！我先打血。那身上有血吗？那几个人？没有。先扔点子弹，只有绷带，只有绷带。妈的，没有机枪的狗杖是机枪对不啦？对的。那不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这个枪口补上器放不到狗杖？不，狗杖是那个，狗杖是那个步枪。步枪放不上去嘛？那个子弹前面那个。哎呀，你妈的，这个点就很尴尬了。是，我们要走了。走啊！有人来，来人。好，杀了，死了，还有五个，就等于还有三个人，有个孤狼。在这个地方不要动啊！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我估计山那边有人。但我妈全来了呀，走了呀。走，我喝瓶饮料。走啊走啊，直接下去啊！啊？下去什么鬼？哎，我下不去的。哎呀，厕所呀！我靠，你这个厕所还没人。没事，我在这里趴着。我这里趴着，我这个高坡可以趴着。但是你还是要下来的呀。不要急，我一会儿下来，现在。一共就五个人，你想想是不是？我背后又没人。不，你下来，你要打血包的。哎，不要慌。现在妈先把人看好，我看看我高台上有没有人。妈的，这个时候信仰也不要了，衣服先脱了。哼，高台上肯定没人，都在山上。我们还有51秒时间。先看看山上哪里有人，都是伏地魔。现在我知道呀，我看到一个，在哪里？哪个方向？还有39秒，不要急。妈的，98K，在打你吗？还是打我？不在打我，在打我，妈个蛋！你妈在那个地方？我进厕所打药。19秒。在哪里？上面在打，我们可以跑，还有四个人，还有一个二比二了，快点，走呀，打好了，走。这上面有人啊，就在这上面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人了，他在打我，我打个药，杀了，我没血了，我打个药，不要打药了，出来了。我不是，我不打药，我只有一丝血。把药打满。妈个蛋，我先跑进来。伏地魔啊，伏地魔。看的，我好像看到人了，但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他。你可以打。好像不是，打错了，看错了。我看到了，在105方向对面那个树。我看到了。死了。漂亮。拜拜。妈个臀。终于证明了自己，狗杂。好，可以。
什么狗仗？这把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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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这把前面虽然你们都在搞笑，但是你们这把绝壁六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老子妈的五杀！我操！终于证明了自己这盘。哎，不容易，感谢碧云的飞机和牛津孙一峰的飞机，感谢感谢，太累了太累了，感谢这个冰糖雪梨萌萌哒的办卡，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，好，今天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收看了啊，感谢大家收看了，我们今天的卖艺结束了，明天那个母巢之战重组篇，明天母巢之战重组篇，嗯，拜拜拜拜，明天我去那个，拜拜拜拜，明天我去苏州了，然后后天 WSG 啊，跟大家说一说啊，感谢的自由之子的飞机啊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再见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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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拜拜。